第八题 ，At the end of the baseball game, all the players, 什么 ？The fans to thank them for coming to the game. 在棒球比赛的尾声，所有的球员 ，players， 什么 ？The fans. Fans 是什么意思呢 ？Fans 是粉丝，我们的粉丝就是音译，它就是。什么什么的迷，所以我们直接现在以现在这个世界来说，我们讲粉丝，很多人就可以知道了，我是他的迷，什么什么什么的迷，歌迷，或者是球迷都可以叫 fans。好，在棒球比赛的尾声的时候，所有的球员都对粉丝怎么样，来谢谢他们的到场比赛。第一个叫同意，所有的人都同意粉丝，没有这个道理。Arrived with, arrive 是到达 ，with 是跟某某人一起，每个人都跟粉丝一同到达，没有这个道理，语义不对。Bowed to, 鞠躬，向粉丝鞠躬，向球迷们鞠躬，这是棒球比赛的一个标准的程序。选项 D, check out 叫做检查。或者是饭店里面最后你要离开饭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叫做 check out， 所以答案只有 C 是最明显的最合理的答案。棒球比赛的最后面，所有的球员向粉丝鞠躬。